嘢嘅咧？哦，咁啊，琴日除咗送童话同妈妈食后飞，最紧要有冇啲说话同妈妈讲咗啊？母亲节饭。哦，母亲节饭，妈妈收唔收货啊？好，唔该晒都太同埋妈妈嘅阿田，好啦，你上十大菜篮筐啊？你好，系啦，我想问咧，即系你夫妻之道咧，就真系诶，点样可以维持到三十几年咁好嘅咧？就系、是、一齐约埋一齐嚟睇 show 咯，嗬，系咪啊？互相迁就啦，大家记住晒自己佢嘅好处啦。哦，咁都系俾个心噶啦，最紧要俾个心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啦。诶，仲有最紧要，大家有共同嗜好，中意听电台啊嘛，同埋一齐会出席我哋活动咯，嗬，系咪啊？系啊。主音嘅有阿 Ray 同阿吉啦，系，系先問下你，因為成啲人都話咧，其實夾 band 都好似即係一家人相處咁，係啊，即係夾 band 咁耐，會唔會啟發到你同屋企人相處之道咧？後邊誒有嘅，互相啟發添啊，因為其實咧，我哋同屋企人相處好多時都係會嫌啲爸爸媽媽好沉，即係講好多句嘅説話好沉，但其實你轉翻個思維去諗嘅，其實佢係想關心你，想問候你，我哋 band 一樣嘅啫。你個 call 嗰個搞完咗就好錄咯喎，係啊，佢擔心你唔夠時間錄啫，但係佢覺得，唉，喂，得啦，你催咗好多次啦咁樣。但係調翻轉頭，有時佢諗嘅就係、是，你會問完之後，可能我復咗一句好負氣嘅説話，我會開始諗我 guilty 啦，啊，我好似唔應該咁樣諗喎，佢咁樣講佢喎，咁所以好多你又開始對 band 咧都會係好多係客氣翻啲啦，係啊，同屋企亦都一模一樣呢個嘅方法去對待咯。咁樣跟咧，因為我哋曾經咧試過好多即係好客氣又對過。好粗鄙咁樣又對過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喺呢度反而係喺對 band， 因為我哋見得多嘅，咁所以朋友之餘都好似一家人咁樣，咁對屋企人都係啦，其實朋友一樣，但屋企人亦都係個關係就係啦，希望可以保持住朋友嗰種嘅關係啦，係啦。OK， 唔該曬兩位啦，咁呢個時候要將兩位去到準備一下先嘅，係啦 ，Eric 同阿吉。咁啊 ，Eric， 我知道咧 ，Space 今日帶咗一系列嘅歌曲嚟啦，都係同家庭有關，一串串咧温暖送俾大家。呢一首歌曲咧，你哋都識唱噶，我肯定你哋識唱，有啲係唔同年代嘅，所以希望大家陪住我一齊抹口唱，好唔好啊？當然啦，你今日拍之外仲開心啦，好唔好啊？嚟噶啦噃！
心情如醉，亲亲心中人，每日事都活在温馨，乱入我体内，每日事都情路似醉，快去不变改，不忍爱入假装，诚心冷面也守寒，无论怕怕半边天。少咧，就係頭先為我哋帶嚟好多精彩演出嘅一班朋友啦，包括有 Jenny 吳若希、
鄧小厚、孫慧雪同埋啱啱為我哋演出過嘅 Space 喺度啦。另外仲有我哋二台幾位嘅同事，包括有朱海英、桂花田、小白、蔡建文、斌仔、王力同埋阿欣嘅。當然仲有我哋呢班好可愛嘅不得了家庭嘅呢班成員嘅，有請佢哋咁多位啦。我哋有張凳，不如我哋企前少少啊。